十八岁那夜没有心，都有性伴侣。夜店内你狂放，我也贪玩。到你落妆了，才知真相多么可怕。无奈约会了，我要顶这半晚。这个就是我老友阿强十八岁那年落 disco 失身的难忘经验啦。不知道各位对于女仔的化妆这件事又怎么看法呢？我就觉得女仔化妆是因为贪靓，她们都想将自己最靓的一面展露于人前，务求增加自己的优势。我成日都会听到女仔问她们身边的男仔，我今天靓不靓啊？我听到通常第一时间都会想，那个女仔是问紧佢今日化个妆靓唔靓啊，还是系问紧佢本人本身靓唔靓啊，还是问紧佢个人本身靓唔靓呢？我会觉得，如果个男仔本身系中意你嘅话呢，咁无论你点问，咁无论你变成几难睇都好，你都系个男仔心目中一样系咁靓嘅，因为个男仔系中意你个人啊嘛，外表一定会随住时间变化咧而老去嘅，咁变老咗嗰个难度啊，唔系你嚟嘅咩？前设要设框啊，前设框架系呢个观念大前提要有爱，亦都只有爱能够包容世间万物嘅。咁如果情况咧变翻做阿强嘅一夜情经历咧，咁个观念咧就会完全唔一样啦。首先，阿强同个女仔一齐咧系完全冇爱情基础噶嘛。咁阿强哥晚之所以想同个女仔做爱咧，就完全系因为当刻阿强俾个女仔嘅妆容咧吸引咗。咁既然大家都系咁速食嘅话，其实个女仔落个妆之后，靓同唔靓都只不过系游戏嘅一部分，在意嘅一方咧，其实就系对游戏认真咗啦。阿强亦大可以要求个女仔做完爱之后咧先落妆噶嘛，系咪？反正佢哋做完呢次都未必会有下一次噶啦，认真就输了。讲翻女人化妆嘅原意啦，咁化妆咧其实系一种包装嘅手段，而包装嘅目的咧就系咧要嚟提升产品嘅意义价值，好让咧市场更愿意去接受呢件产品。咁即系话咧，当一个女性咧觉得自己仍然身处市场中，仍然需要自我行销嘅时候咧，咁化妆咧就对于佢嚟讲咧就有一份意义同埋价值啦。换转一啲自觉得已经唔再需要喺市场上作自我行销嘅女性咧，例如系一啲全职嘅妈妈，一啲从事幕后工作唔太需要面对人前嘅职业咧，你会觉得佢哋化妆嘅比例咧系偏低嘅嗱。这个是关于需求和供应的关系。仍然身处于市场中的女性，她们有需要自我行销，包装当然非常重要，就好像阿强那晚那样的女仔，其实一点都没错的吧。反而就是因为她的包装和自我行销方面做得好，而成功在当晚将自己向阿强销售了出去，有达至双方成交的目标。但是我更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这种自我行销包装是有极限的，因为人一定会经历衰老的嘛。老化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，无论人类如何用科技技术去力挽狂澜，都自然的力量都是无从抵抗的嘛。所以接受不到自己变老的女性才是可怕，她们会用尽各种逆天的手段去反抗自己的老化，她们会去乔装自己，走火入魔的化妆，她们会去做美容治疗，可能她们会觉得自己的样子病了，其实更有可能是她们本身个人病了。更极端的手段就是她们甚至会通过整容去改变自己样貌。我在这里想提一个问题，以上的种种逆天手段有哪一种是顺其自然的呢？那不自然的东西大家又觉得会不会漂亮的呢？不自然的感觉应该叫做违和感吧。所以我觉得够胆接受自己变老的女性才是最漂亮的，她们老得好看，老得自然，老得有意义价值，就是他们老得够自信。健康地变老和病态地变老都是同一结果的嘛，那你又会怎样选择呢？你现在这样就好好了。何必一再说谎，宁愿你没卸妆，沉醉但吓醒更长。
乔装是我空方，行笑堂让你上，愿你再不必记起肥强呢一个人。你都叠过，不用装睡了，来吧，华科。